3万多块钱呢、啊！哎呦，小杨哥送小黄生日礼物，小黄竟然嫌贵不喜欢，到手后却爱不释手，疯狂嘚瑟。衣服贵不拉几的，就是丑。对，在眼里贵就是丑。对，嗯，是吧？我就不喜欢那些贵的啊，贵的。就那后天不是小黄不给你生日吗？对啊。你师傅已经提前一个星期帮你的礼物买好了，所以我现在觉得把这个礼物还是退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买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不好看，在我心里贵、啊，贵就不好看。就是你师傅这个买装备的舍不得，我就给你买了个包，现在发现你应该是不喜欢，所以我现在把它退了。但如果是师傅送给我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心意还是要有。你这，我觉得我买了一东西你不喜欢，我觉得没有意义。这是什么牌呀、啊、？LV。别装傻啊！我看一眼。哇，没有，我不是很激动啊。哇，不喜欢吧？你肯定不喜欢呀、啊，好吧？看款式，我觉得有的时候看款式。你这看款式，这玩意这么贵，你能喜欢吗？是不是？我现在给他退了，这太麻烦了，我问师傅退了。你帮我推干啥？我回来，我来帮你推。哪知道小王他不喜欢那种什么贵不拉几的东西呢？给他搞了个 LV， 白买了。哦，这个还有袋子。哎呦，还有个肩带的，我还能背。我的天，哎呦，这个这个打架都要点了。哇，这不锈钢的，你看，那先试试吧。我觉得如果你说这是最多麻烦，我啊，还可以当口小挎包，我还能当挎的，又可以挎，还可以拎的。哎，人家不喜欢。嗯，我自己从来都没买过这么贵的东西，多少房钱？几个 W 啊，这玩意儿？几个 W？ 对呀，我这样，我一会儿去那个叫步行街，它有摆摊的，那摊子一个包就100块钱，我的妈，能换个几百个，我就帮你换一个，好吧？谢师傅。啊，不用谢，兄弟是给他还是不给他呀？他不喜欢我给他干啥呀？师傅，我还是觉得甜心，我还是觉得黑色蛮好看的，因为我没有黑色的，所以贵不贵其实也无所谓。在你眼里贵的丑不拉几的，那怎么那买？可是我想听兄弟们兄弟说给。刚才兄弟们都说丑不拉几的，你觉得看？我觉得要不今天把它拿专柜去，这个我外拿吧，我外拿。那你大叔，我也给你买了一个。啊，直接退吧，就是贵的都不喜欢，预定要20天。你最不喜欢一个牌子叫巴黎世家。找师娘什么意思，兄弟们？我觉得这包可以给师娘，师傅。师娘也给你准备好了，我也要退。你师娘买的好像也是巴黎世家。不是，刚才小花说她不喜欢那种贵的，就是她认为她贵的就是丑不拉几的。你看怎么搞啊？我觉得有蚊子。我媳妇还说买个那个面子呢，也别买了。对了，啊，八百。我这那也退吧，啊，也退吧。她不喜欢贵的。我觉得可以送给师娘。这是符合你的款式。咋了？这是愁眉苦脸了，没心态了，怎么搞的？这两天很感动，嗯，要哭了的感觉。哭了，都买的都你不喜欢，有啥要哭的呢？认错，认啥错呀，兄弟们？讲的对呀、啊，他不喜欢丑不拉几的东西，是认啥错、啊？他又没错、啊。是我喜欢。不要逞强，不喜欢的就不喜欢，没事。我真喜欢。你别扯，我帮你换一个。我跟你说，第一次师傅第一次送你礼物，一定要送你喜欢的东西。我喜欢，是我喜欢，我喜欢。那多好，内心是吧？这个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。他其实很就是怕我们买了我他不喜欢的东西，对，现在就是说多善良，他不要就我这东西我不喜欢我也讲喜欢，就是为了给我个面子，就但是兄弟们这面子不用他给，就给你换个30个包，120一个，我就是我喜欢师傅，真的很喜欢师傅，我特别喜欢你给我买这礼物，我特别喜欢，不用给我吧，你给我，不要给师，不用给面子，师傅应该给你换50个，这个我跟你讲啊，这个、我不要那50个，我就要这一个。把你家的房间都堆满，啊，一来二一个。不是我，就是我不要你那50个，我就想要这一个。不用给面子，没事的啊。我叫你师娘，你马上也要退，你是。好了，那我看能不能退吧。媳妇，我喜欢。专柜不给退，他专柜好像是不给退的，但可以换货。你不行，你帮我换双鞋吧。我喜欢师傅，我真的喜欢。我不要那50，我喜欢这个花，好好看，我喜欢，好好看，麻利斯了，真的好好看，我好喜欢橘色的，这个诚心诚意橙色的，好好看，真的，哎，好看，好喜欢师傅，我就想要这个，我就要这个，就这个定了吧，不用退了，省得又麻烦，是不是？省得又让你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啊！这个也太好看了，师傅，不好看就不好看，非说好看干嘛呢？好看，师傅真的好好看，好看，很适合我，好看。不好看就不好看，没事的。这怎么没有吊牌啊？这就吊牌。吊牌不能掉了，掉了就画不了了啊！哎，这吊牌这样真好，是吧？哎呦，怎么这？怎么办？吊牌掉了是换不掉的，老妹儿。你这样吧，不行这样吧，你给阿姨啊，给你妈妈吧，好，给你姐吧，你喜欢吗？你喜欢？哎，扣你角度大的。三。哦，你买你跟他一样。
他买的鞋。哎，那他不也可以穿了吗？你穿多少码来的？36。哎，我也穿36。哎哎，那给你穿，买给他。我的师傅给你重买一个啊！不好意思，非常抱歉，买了你不喜欢，抱歉，我也不知道是会这样啊，兄弟。咋了？卖货了？你师傅买的鞋？就你现在问师傅，你这双脚是这什么鞋？你师傅买就这个？这鞋很贵耶。哦，现在出来他为什么一直问我这双鞋了？对，搞了半天是丑。小王，我知道了，你这个但是你生日礼物你还是有的，这个给你。你师傅要给你，师傅媳妇换了这把，买的叫80世家3000L，三台要给你姐吧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他就喜欢便宜的，你越买贵他不喜欢，他不说了吗？我贵在他眼里贵就是丑垃圾。喜欢吗，小黄？你看他，你看他眼神，快流泪了，快流泪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还喜欢的那个，喜欢的都快流泪了，明天要哭了。哎呀，别高兴，别散，就带回家啊。你这早跟我说，以后100、100双，明天给你买100双。他喜欢粉色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喜欢粉色？我一个，那这不退，这不退才怪吗？哎呦，稍微不退了吧？你早说呀，自己有退就好。你瞅瞅，给兄弟看，3000L粉色，你早上买的新款，刚出来的。你说这么贵，早上就这行吗？这个便宜，这多好。那老板，我这个先小黄再看几眼。啊，小黄再看几眼啊，回去不喜欢就给你写啊。师傅非常抱歉，买了你一个不喜欢的东西。哎，没办法，反正也退也退不了了，换又换不了，你这搞个屁吗？你要不要？不要，好啊！我心态又回来了，王总，我先问一下，兄弟们可能很多新粉不知道，行吧？看这包好不好看？我再听一下哈，再听一下，你听，都是钱的声音啊！这不是。你改 LV 呀、啊，兄弟，送死爽死了，对吧？下次去师傅直播间，我要把这个背着，我走到哪我背到哪。今年我但凡换别的高我包，别的包包把话筒吃了。小杨哥有多想要的女儿，就有多疼大侄女。我听到我哥女儿一出生，我立马去取了5W送过去了。我不仅随了5W，我还给买了那个买了项链给咱女儿了，啊，满月我还要给了，我当自己女儿养。叫我小爸，看得出来小杨哥是真当自己女儿在养。最近天气逐渐干燥变冷，小女儿刚好需要宝宝面霜，小杨哥二话不说直接把价格打了下来，许多宝妈都后悔买早了。紫苏的婴儿面霜，紫苏的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吧，儿童化妆品这个标签，现在给我女儿用好玩。59一瓶，小哥直播间一瓶两瓶三瓶啊，再给兄弟们来一个紫苏的护手霜，紫�苏的唇膏，多少钱了？39.9，上车了。39.9子出的儿童面霜组合，安全无味无香精，宝宝用的放心，宝妈妈安排上吧。好了，晚上回去我哥睡哪里？那你挺不错呀，我都睡狗窝。当大杨哥正在享受品牌方贴面膜，没想到小杨哥偷偷的把品牌方换成了大杨嫂。这老妹手法真好。哎呦，真怪物，你走走。还要贴一会儿吧，挂在门口上。嫂子来给我们讲一下啊。我觉得声音不对了，你手伸一下，伸一下，你再说话。嗯，你别吓我了，我怎么感觉你老妹说话怎么有点远啊，胳膊没那么长，长吗？长的呀，长的呀，这还不长。说话。在。哦，吓我一跳。老妹按的开心吗？觉得？确实挺有感觉啊，行。那可能是陌生按的就好，媳妇按时间长了就不舒服了是吧？不是，媳妇按时间长了没感觉。没感觉。哇啊！我是这样的。好了，我感觉啊，我哥还是希望你。为什么呢？你一给他贴就是比较舒服。